现在李昭这边啊，他晚上他在酒店那里聚完委会后，去拖啊，来李昭那边打麻将，我看到打麻将。你在打牌啊？哦，没有，不行，我不能打，我不能打，你们打就好，你们打就好。确定是四咖哦，就确定是四咖嘛。我不能，可以随时换你没有在玩青蛙剑不打？哦，金花阵好大哦。他们都讲这种算，不会算，不会算。哎，干他妈的嘞！这也知道在夸，用尾巴呼你巴掌。王导喝醉了。啊，今天没有悄悄来老师的机会，不好意思。真的没关系，我们下次我还是找老师一趟，你跟我去了。然后怎么可能？上班喝醉。今天看老师还好吗？开心吗？还不错啊。不要给老师看哦。不要给老师看。哦，我该跟老师说的我都说。真的说了 ，OK。老师怎样？很开心吗？那应该很高兴吧？老师看到应该很高兴吧？很高兴吧？应该蛮高兴的。我是摄影。哦，好。哎，已经开打了，开打了。招位置，不会抓的啦。最年轻的时候，熟悉要打的，不是要抓的。等一下，要抓。等一下，先打晕了。你已经拿好了。对，都拿晕了。等一下，又不用了。我给他纸，之前。酸的。你先选。要吃吗？吃啊。都吃的。你玩多大的？玩多大？我玩两万一万的。两万一万啊？二十四不错，二十还好。哎，我要跑去哪里了？录影的，别紧张，自然一点，自然走。刚刚不好意思讲小胖这件事情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真的。少假的。哎，你有没有看过雅？你有看过李昭女朋友吗？有啊，烤肉的时候看过吗？对，烤肉看过。平湖应该有吧？不是，电话限制，平湖反正有呀，因为平湖五号，哎，其实没有平湖，因为五号是三台，五号是三台，对，我也没有，这也是我办的，我等过，不行啊，没有，我帮你，哎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做牌，没有在外面，在外面，喝我咖啡，喝这样，喝这样，中间的人是谁？他是谁？我是录的，等一下哦。很久没啊。可是我要拍视频也工作，我刚刚有。来，快点。你是要睡了？原本要睡觉了。没有吗？那你要上班吗？没有。哎呀，明天有节目吗？明天有节目。他已经唱了。